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強烈譴責部分嘅外國駐港總領事館借政治議題干預香港事務同埋中國內政。發言人指出，個別西方駐港總領事館六月四號上演拙劣嘅政治戲码同極少數反中亂港分子搖相呼應，打住維護民主人權嘅幌子，干預香港事務同埋中國內政。

重申，任何利用香港對內地滲透破壞嘅活動，都係對底線嘅觸碰，絕對唔可以允許。